为各位介绍这项商品。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车型是 BWSR。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呢，是一组这个碳纤维的仪表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碳纤维专为 BWSR 哦对应的一个胎膜的一个款式。那当然呢，100%正碳纤维哦，所以呢，不是那种包覆式的一个款式。正碳纤维其实哦，就说应该怎么说？应该是只要你是真空高压的一个款式，或是热压的一个款式，都有一个不错的水准在。而且呢，好处就是它比较不会爆灰啊，因为你如果包的基本上用胶贴的，但是现在还是要看厂家看店家做，有些贴了的技术用的材料比较差哦，高温太阳晒底下它很容易会碰污啊，所谓会凸起啊，会有一个凸起，那相对金流层会容易脱落。那如果是你是真空高压或是这个热压的一个款式呢，就比较不会有这个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密合度的部分，密合度对应原厂，密合度非常好，连按键、灯号的一个指示灯部分都不会去影响到。那我们看从前方看，密合度的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准在。那当然100%正碳纤维，我们刚才就有说过了。那表面呢，经由层也是蛮亮的，借由光线的反应呢，你就可以看到经由层还是有相当的这个水准在。其实如果说是品质比较好的碳纤维呢，在这一方面呢都有一定的水准在，是没有担心的。那相对的，你今天开店门绝对不会去影响到你视觉上的一个判别，也不会去影响各个的一个指示灯方面，这是绝对没有。然后大灯、眼镜灯、开关都不会去影响到。那 BWSR 的一部分，那当然，那希望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，或到麦克仓库接精品的作为选购。谢谢大家。